将会退休，退什么休？退而不休，要不要唱两句？要不要？现唱啊！无极的蓝，那那，吹不浪个蓝，流好。哎，我真的是被你设计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真的。我听到这些掌声，代表说大家都没有忘记我，真的很感动，非常感动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到底要不要唱？所以你的意思，站起来，站起来的人都要唱歌噻。不稀奇的那啦。哇！吹波浪打来又好，不是啊，这个麦克风有点 delay， 就是有点打来打去的。这感情是否真的别来无恙？何必眼中能泛着泪光？你坚持你的，坚持我的，爱就是这样受伤。这感情是否真的？是真的遗忘，你放弃了我。哎呦，包厢里面还有很重要的贵宾，我要转过来，一对我们人人称羡的夫妻，真的。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羡慕他们两个。包厢里面的心如、建华，霍建华，我看到了，心如是我一个很好的妹子。包厢里面我知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，我居然请得到他了，而且他居然答应我，你知道这有把我吓到。你们猜是谁？江蕙。你要不要跳下来？再大声一点。怎么样？退休？退什么休？退而不休。要不要唱两句？要不要？现场，我拜托。江蕙耶！干嘛啊？我要跟着唱五级的。你唱啊。无极的蓝，那那，吹不浪个蓝，流好。哎，我真的是被你设计。张清芳就是一个很爱交朋友，然后也是一个对我而言，他是很三八的。但是。他的三八是让人家是开心的，其实他就是我们这里面的一个开心果。对，有些时候心情不好或什么的，跟他讲，他也会开导你什么什么的。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真的真正的好朋友。对，哎，今天可以让二姐讲这么多话，很难的耶。哎，真的，说实话。刚刚你说叫我出来唱歌，然后我听到这么多的掌声，我有点感动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真的真的。所以呢，好想哭哦。你别讲，我也想哭。
两是苦情姐妹花一样。因为其实看到这么多掌声，然后看你在台上，那曾经的我也在台上，所以有很多感触，真的真的是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真的，我听到这些掌声，代表说大家都没有忘记我，真的很感动，非常感动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想接着，因为今天是阿芳的主场，那我也不要占他太多的时间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可以坐下了，我知道没忘了。好，我们让他坐下来。我不想坐下。我干嘛要坐下啦？因为我想你不会唱啊，到底要不要唱？所以你的意思，站起来，站起来的人都要唱歌是吧？不稀奇的。哇！这波浪打来又好。不是啊，这个麦克风有点 delay， 就是有点打来打去的。你没事开这个四面台，哎，你很勇敢哎。以前陈振川叫我开四面台，我都不敢。我自己，那我就心里想，阿芳腿这么短，可以跑来跑去。你把小巨蛋当我家客厅哈。哎，对，我告诉大家，我们聊天方式就是这个样子。好了，我不吵你了，你慢慢唱。你今天很棒，很漂亮。谢谢，谢谢二姐。